小居小居，今天整体的 look 非常好看，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？今天呢就是一整个芭蕾风格的造型，然后呢有平时会搭配的腿袜，最亮眼的就是今天这个芭蕾风格的一个丝带绑发，就很有恋爱的氛围感。今天的妆容有什么秘诀吗？噔噔，就是这个啦，完美日记芭蕾限定，非常的温柔。然后我今天妆容的小心机呢，就是我的眼妆，这个配色是我很喜欢的九色眼影打造的，一打开我就很心动。看来小居非常喜欢这个礼盒了，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吗？这个礼盒里的产品呢，都是粉色皮革设计，看起来就非常有质感，配色呢也是粉粉嫩嫩的，很温柔，很适合春夏。浪漫的粉棕配色眼影盘很百搭，可以搭配不同的妆容，日常通勤或者约会都可以轻松驾驭。520就要到咯，小居你会想要收到这款礼盒吗？当然了，没有女生能拒绝这么好看的礼盒。首先呢，它整体都是粉色的，女生收到肯定会很喜欢。礼盒它是一个心形，就是男生在送礼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很浪漫的告白，把我的心给你。它还有一个录音卡片，可以上传图片，并且把你想说的话录进去，给他一个惊喜。我们打算在520前给蜜君们一个心动挑战，想让小居现场来一段超甜的手势舞。先给他第一个四手唱唱。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，好美啊，拜拜，那就下次再见咯。